你好。啊，我想问一个，就是1986年属虎的。1986年属老虎的。对，女的。看看她的婚姻，她的事业。婚姻不满。听得懂吗？婚姻不好。那还没结婚，她。我知道，没结婚嘛吵架呀，不好嘛就经常吵架呀。老虎这个头整个在动，也就是说他不停地在跟他好的当中他还在找，你听得懂吗？他一边跟这个蛮好，一边说不定还在找朋友，明白不明白啊？啊，就是这样。他的事业事业还可以，事业还可以。他跟人家做，他自己做不出来，他是跟着人家做的，他不能做老板，明白了吗？好了。那他说他什么颜色的虎在哪里？属什么？属老虎的。他是白虎。他是白虎。那他在山上没问题。没问题。叫他衣服穿的白一点。穿白一点。好吗？衣服穿的白一点，对他非常有好处的。好了。好嘞。那我再看看他的妹妹，他的妹妹现在不能看啦。90年属马的。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？什么状况啊？他不听话，他很不听话，不听他姐姐的话。没什么大问题了。他不听话。听朋友的。他不听话是晚上，白天很听话。不，他不听姐姐的。你听我讲，你给他，你这样，你给他每天念，念点消灾吉祥神咒，还有那个礼佛大忏悔文，给他念三遍。念三遍。哎，小房子念21章。很快就会改善，好吧，不要着急，没问题的，他没问题。卢台长，看看我的健康状况。好啦，不能看了。我的健康。好了好了啊，好，妈妈好，谢谢谢谢。